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报警啱啊！反正讲，好翻嚟第二节嘅啤李漫步。嗱，我哋真系要快啲做新闻啦，讲新闻啦，因为如果唔系今晚赶唔切咧，我呢个九点钟咧，我就要去到呢个九龙城度食饭，我唔会讲边间嘅，费卵事你哋去到狮子石道嗰间嘢暴鸠我。OK， 咁但系我话唔惊喎，因为嗰度咧真系我老陀啊吓，嗰度咧，哇！我落咗去食饭咧，都会撞到啲识得嘅人，由细识到大嘅人啊。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冇人讲嗰啲嘢噶啦吓。跟住我問下佢，佢點啊？冇啊，糖尿上眼啊！哇！呢啲以前係我啲大哥嚟嘅，我心目中咁冇辦法。你七老八十人，你幾咩都又健身又成，冇啊，糖尿上眼，而家隻眼唔得啊！我整兩樽木精眼藥水啦。好啦，屌你行出喎！哇！屌你咩？哇！有陣時我都好感嘆，屌你咁由個餐廳入邊其實都可能四五十尺啫，行出去都行成分鐘，因為咧中過風啊之前。即係冇辦法，年紀一大咗，你真係冇計。好嗱，今日咧呢一節咧，嗱首先我想講一講下晝咧有一單咧新聞啊。嗱，佢冇人講啊，我覺得好奇怪啊，正海雲道，你知邊度咧？即係近即係西九啦，叫做係綠公仔紅燈車紅燈，行人就綠公仔咁啊，全部車停曬喺度，有架旅遊巴。不單止繼續行，佢仲轉左嗱，轉左係不總轉左嘅個位，佢轉左嗰度係有人行緊嘅綠公仔，結果撞到個藍圖人，再剪過埋佢個藍圖人，證實死亡。周圍啲人咧就個個喂有冇搞錯點之類啦。嗱，而家就係咁多啫個報導，即係途人話旅遊巴明顯唔啱，一定唔啱啦，個個停曬車喺度，你咁樣開車，仲要本身應該直行或者轉右啦，譬如佢又轉左係不可轉左嘅，結果咧就將因為個綠公仔燈行緊過緊馬路嘅途人咧，就俾佢咁樣撞到。好啦，我真係好想知道咧，我希望人跟進啦。呢個旅遊巴司機係咩人？係咩人啊？係嘛？我真係好想知道咯。好啦，另外咧，而家最新嗰單721嗰單嘢咧，即係呢個43歲嘅鄧家文啊。咁啊，表面正功成立，所謂表面正功咧，就嗰啲咁嘅錄影帶等等啦。佢咧就揾咗附近一間餐廳前東主嚟作工。嗱，佢之前話埋揾佢家姐嘅，而家揾咗前東主先。嗱，呢個前東主咧叫黃永恩，咁而俾人告呢個叫做鄧家文，咁啊應該唔係佢家姐啦。咁啊，黃永恩就用辯方證人身份出庭，佢話2014年開始，佢喺黃屋村同老公經營餐廳，餐廳距離元朗站。J 出口五分鐘。2023年因為收地結業啊，而餐廳嘅格局咧就地下有16張台，樓上兩層就各有兩張台咁講。佢話佢當然認得阿鄧生，即係鄧家文被告咧係常客嚟嘅。佢話喺元朗721前兩三年咧，佢話被告每個月都係去餐廳度光顧兩三次，而事後即係2019年啦，亦都會間中光顧。甚至乎佢舊年結業時咧都有出席，即係鄧家文啊，有出席呢個餐廳嘅結業派對，即係收皮開 party。OK， 佢話721當晚大約9點鐘，阿黃永恩話鄧家文一行大約10個人到達餐廳頂樓用膳，凌晨12點半佢哋仍然在場，所以佢同老公決定先翻屋企，就並請阿鄧家文離開時幫手閂門。阿黃永恩話：由於餐廳此後即係由2019年之後就冇乜生意，所以特別記得當日嘅事。冇咁撚賓州，屌你有乜2019年721之後就冇乜生意？你都好撚賓州喎。咁我哋香港而家，我覺得我哋被人哋即係限制堂食嘅時候，2020、2021、2022、2023咧，甚至乎而家回憶起都係一個美好日子嚟嘅，係嘛？即係問下啲做生意嘅朋友。冚家產，你未開關前啊，反而屌你都仲撚有兩啖飯食嚇。而開咗關真係屎都冇得食啊！不過呢排咧，阿靜開咗開學之後，呢排係旺咗啲喎，你覺唔覺得？係多人喎街。屌你點撚解咧？我琴日落九龍城食飯，都要慢慢褪下架車。即係當然啦，我都係揾到標位嘅，但我要慢慢褪下架車。正常嚟講，咁樣行噶嘛，應該可以。
係嘛？所以我都好撚奇妙。好啦，嗱，控方質疑，喂，你如果有人離開餐廳再翻嚟，你未必留意到喎。黃英話唔會，因為佢每隔10至15分鐘就會上樓招呼客人，而且餐廳只得一個出入口。如果有人落樓咧，就必定會經過樓梯，就算佢招呼緊客人都會留意到嘅。於是乎，控方咧又展示傳媒拍攝到被告嘅照片，同埋入境處同埋警方提供嘅被告錄影帶同埋照相片。黃永英話：嗰個男人同被告髮型唔同，唔認識，亦都未見過嗰個人咁講。嗱，真係好撚離奇啦！我覺得一個證人啊，如果能夠話，呢、這個都唔係被告，咁即係如果係講大話，真係未必夠膽嘅喎。嚇、啊，唔通佢真係啊嗰、那個被告同想中人真係唔同？咁但係如果想中人同嗰、那個真係唔同嘅，你警方又唔使搞幾年先攞呢條差處，只要稍有懷疑都稍有懷疑啫，係嘛？咁而且而家有好多人面辨識嘅 AI 嘅工具噶嘛，你冇得呃噶。啊！咁至於你話10至15分鐘，佢得一條樓梯口，一定會見到嘅，呢啲唔成立嘅，佢總會有見唔到嘅時候，要見唔到就見唔到嘅，係嘛？同埋我哋睇得嗰啲咩金田一多啊，你唔撚俾佢爬樓梯啊？為咗避咗你擒水渠啊，乜都得噶嘛 ？OK， 咁睇下點啦。咁啊，另外有一單嘢咧，呢單啊就唔特別講啊，有個24歲喺香港航空公司的地勤男人嚟噶，男仔嚟噶，同埋一個62歲嘅泰國女人喺曼谷翻香港，喺台灣轉機翻香港嘅時候咧，嗰、那個 X 光咧就發現，咦，佢哋兩個接機好似有啲古靈精怪喎，就即刻起底啊！有一個泰國人，一個香港人，就即刻通知入境處，即係台灣啊！一出入境嘅時候就拘捕佢哋，咁啊打開機咧就竟然有話價值2000多萬，即係9000萬台幣嘅大碼咁講。咁我冇乜興趣嘅對呢啲新聞，咁但係咧，啊呢一個24歲啊喺香港航空做地勤嘅人員，佢話咧，佢受到不明身份嘅男性朋友邀請，免費招待佢去泰國玩。咁大隻鴿啦！而條件就係講明個條件喎，回程嘅時候佢要允許同行有人用佢嘅夾，啊冇諗到行李夾入邊係塞滿大麻。即係老實講，如果你真係咁樣嘅咧，你都抵撚死嘅。你做地勤嘅喎，係嘛？如果你唔係嘅，你呢啲真係大話到不得了啦！老實講，我都唔明嗱，毒販就一定係會利用唔同嘅人，包括小朋友啊，呢啲喪心病狂嘅。對我嚟講，因為呢啲咁嘅地方咧，嗱，首先我要同大家講啊，我對於嚴厲打擊毒品咧係抱住一個非常保守嘅態度嘅，即使我啲老友啊嚇而家坐喺度噶啦，又或者台長啊佢哋咧都認為食大麻冇乜問題，我都係我自己人哋食我冇所謂嘅，我都唔食嘅，而且我亦都係好同意我哋遠東地區包括香港，屌你嚴厲打擊毒品嘅最好你哋反正而家我食煙都100幾蚊包，打擊到你班撚樣冇得食都係好事嘅，啱唔啱？好啦。喂，你都唔知講過幾多千萬億次啦！我同我仔講啊，屌你老豆老母，你都唔會同拎結。我點會唔知啊？無啦啦請去旅行。仲要24歲，係嘛？做嗰個地勤，呢啲 training 你都有啦，係咪啊？所以咧，大家都心中有數啦，揾食難咯。喂，好揾食難，真係呢一單你冇辦法唔講。屌你潛在詐騙，喂 ，hello。邊位啊？你係邊度啊？金山亞洲。咁我哋喺尖沙咀咧有個展銷會嘅，咁啊你冇時間過嚟瞭解下咧？我聽唔清楚你邊度嘅樓盤話。樓盤就喺中山主城區嘅，咁落樓咧就一直通巴翻香港噶啦。哦，咁樣啊，即係大灣區中山係咪啊？不如我簡單同你介紹下先咯。好啊！仲有巴士直達香港，當全都香港裝嘅啫，仲要係亞洲落客接貨，好多香港人都係買過呢個樓盤㗎。係咪？佢係現樓定係點樣啊？
係咪現樓嚟㗎？零萬起，喂。喂，你係 AI 定人嚟噶？九唔搭八嘅，唔係啊，小姐。我收到資料過你屈卡嘅，唔係，我想問你佢係咪現樓嚟㗎？總價60,000，我收到資料過你屈卡嘅。喂，我有錢啊，小姐，冇問題。係咪現樓起好咗定要等啊？AI 嚟嘅屌，屌你老母，咁撚渣嘅 AI， 屌你乜 AI 都揾我好啲啦，話過嚟我 AI 堂度學唔撚識咁撚蠢啊！屌你老母係，喂你現樓我咪買咯上去，咁撚方便，買成棟，喂一個鐘頭，屌你老母翻到嚟香港，係咪好撚方便啊？中山，屌你咪，喂幾廿萬六啊幾萬咋豪裝啊，快過天上，屌你老母係你連動人你都唔撚認真嘅，喂你講啊，我真係又唔係玩你。我問你有冇現樓，我都冇玩佢。屌你黃亮鳩鳩，即係話喂食咗飯未啊？我姓陳嘅。喂食咗飯未啊？我琴日搭巴士去尖沙咀，好撚過癮。我屌你老母啊！真係要咁樣㗎啦，呢啲係嘛？好啦，嗱真係揾食艱難，真係好撚慘。我呢個世界，琴日海關採取突擊行動，打擊不法分子。行動入邊拘捕五個人。咦在哪裡拘捕、哦、原來在南區一個單位、啊、他當然覺得是集團在一個單位裡面找到26盒冒牌月餅和一些冒牌物品包括餐具、啊、包括什麼餐具 LV LV 是沒有出的這餐具、okay? 和冒牌的燈籠價值每個由$8至$22我屌你老母你香港真係好撚慘！哇，你哋唔好笑啊！屌你老母，你好撚慘！五個人，屌你有乜南區個單位？屌你老母！喂，仲有幾多件啊？超過560件物品，市值大約$20,000。560件物品，價值$20,000，冇埋冇乜撚嘢啊！每人分4000咯。喂，仲有喎、啊，仲未夠成本啊！屌你老母！嗱，佢560件物品入邊，竟然係有540個係燈籠。即係另外咧就20盒月餅，同埋幾個啲 LV 假 LV 餐具。哇！屌你老母，嗰啲月餅咧，唔係嗰啲燈籠，價值冚家產，你睇清楚先。我費撚事講嘅，喂真係喎！屌你老味，價值$4至$22，啊最貴有$40到$40。好賺$40好。冚家產月餅，佢真係咧嗱，佢話印刷比較粗糙，但係咧佢真係要整盒月餅出嚟喎。八個裝愛迷你嘅喎，真係個盒喎。係啊，正貨價錢284，而家佢咧賣$220，嗱佢賣到就係嚇$220。喂，咁你真係要整個盒，你真係要設計噶嘛？你就算計緊幾撚閪，喂抄啦都要設計，又要整個吸索。屌你咪你真係揾餅家整幾粒月餅落去㗎？自己整個月餅。屌你老母，你自己整呢個陣好撚辛苦，喺網上賣，好有誠意喎，都。我屌你老母，喂真係好撚慘。不要這樣了你們還有好心不要扮美心月餅美心也不是很賣是是、啊、不是、啊、喂還有、啊、他美心呢正貨印著 Magical 他呢這個呢冒牌包裝呢就串錯的叫 M 人家 Magical M-A-G-I-C-A-L 他是 M-A-G-I-A-L 老實說你讀都讀不到看下去其實為什麼你不認 Magical 呢為什麼不認真一點呢認真一點你想著他喂不是他們怕人家真的會告到你以為這樣人家告不到你如果沒有人拉夠你喂還有你老母整冒牌燈籠，喂！但我真係想問下你，其實燈籠有咩名牌？我唔知啊，有咩？我有名牌燈籠啊？屌你中華牌啊？大白兔啊？發達牌啊？屌你老母！冒牌燈籠，屌你幾百個價值$20,000市值，唔好咁撚樣啦！你嚟五條友，仲要都話冇人分4000咯。屌你老母！喂，仲有賣曬喎，分分鐘輸啊！屌你！你要賣曬先得㗎，嗱你下禮拜都中秋啦。喂，啲人上淘寶買都仲平啦。喂，屌你老母！點解咁撚難？點解我話咁淒涼咧？喂，賣餅你講不嬲都有冒牌月餅係有，但其實咧，我哋過去讀得多啲咧，香港高級啲嘅始終都佢係出冒牌嘅禮餅券啊，起碼唔使自己印，即係做個月餅啊，買啲禮券俾你，關人撚事咧。嗱，啱啱做嗰排好撚離譜嘅有啲，成張咁撚樣，屌你有乜咁撚大張？屌你有乜咁撚樣嘅，呃唔撚到啦？你老母你真係做個月餅出嚟喎？屌你老母！你咁撚辛苦，
冇啦，咪自己食咯。跟住你嗱，仲有 LV 餐具，嗱 LV 餐具咧就600至800蚊，其實要好撚蠢嘅人先會買嘅。第一 ，LV 佢冇出過呢啲餐具嘅。黃青霞都係咁啦 ，Tiffany 筷子啊。係咯，咪咁黃青霞有一件事啊。第一，人哋冇出呢啲餐具；第二，講真啦，你600至800蚊，即係流到不得了啦。嗱 ，Facebook 啊最多呢啲廣告啊。喂，真係有啊！屌你老母閪 ，Sogo 都夠膽死喎！佢話係誒執笠啦，點點點點。而家呢個 LV 唔知乜嘢袋，屌你老母原價呢個63,200，而家得翻200個啦，屌你老母46蚊，屌你老母咁多人信嘅，咁你有乜好講嘅？嚇、啊，勞力士屌你老母閪，乜乜乜乜乜，屌你咩藍水鬼又乜撚嘢？屌你咩街價炒價又話屌你123,000，而家屌你老母688,688，咁你都信？好屌你老母，好啦，又要你 LV 好撚牛啦，當然我覺得嚇。啊跟住你屌你老母，你仲要仲埋燈籠喎？喂，你燈籠你都幾蚊個，你自己都要換噶係嘛？屌你老母，你攞翻嚟都要錢啦！我真係拗撚曬頭，點解要咁撚樣？喂，香港人唔好咁樣啦！你係咯，你喂做好啲，唔好咁撚閪啊！係咪先？真係好撚慘，所以唔好笑啊！真係而家揾食艱難啊，只能咁講。OK， 休息一陣，休息。